熔岩三角酥，这个去年特别火的，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。然后今年这个厂家又给我邮了一箱，这里边有三个味儿的，一个是巧克力味儿的，我手里拿的这个是巧克力味儿的，然后还有草莓味儿，还有奶油味儿的，还是比较酥脆的。这个外面就是咱们小时候吃那个康乐果，里面是这个夹心儿。现在的这个是，哟，有点倔强啊。这个是奶油味的，然后咱们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去你上面拍一下啊。草莓味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这个巧克力味，酥酥脆脆的。